大家好，欢迎翻到嚟《望向编辑部》嘅《笑声汪新闻》节目时段啦。咁今节咧，我许神啦，另外仲有我哋嘅义德台阳。大家好，好啦，请记得咧帮手 like 我哋呢一段片啦，仲有订阅埋我哋嘅 YouTube channel 啊。咁啊，多谢晒大家嘅支持先。咁啊，今节咧要讲一讲呢啲英港人啦吓，咁啊懒系巴闭咧，就去到英国嗰方面，就觉得自己嗰个生活啦，即系好多都叫做 upgrade 咗啦吓。本来咧可能喺香港啊住豆腐人咁细嘅屋，可能几百尺啊，或者可能。就喺嗰啲咩九龙城啊、何文田嗰啲咁样咧，又话贵一贵啊，为咗细路仔读书啦，所以住嗰度啦，就逼住系咁样啦。咁啊，去到英国咧就唔系啦，啊，依家咧就住大屋啊，住 house 啊，有小花园啊，跟住咧小朋友咧就可以叫做系啦，免费啊，就同一啲洋人嘅小朋友咧就一齐读书嗱，即系讲到自己就好犀利嗰啲咁样啦吓，即系成个生活啊都叫改变咗，又买咗香港层楼咧，系都不知几好，系咯，即系咧去下嗰啲。咩馬沙啊，即係去下嗰啲其他唔同嘅地方咧，都可以添啦。香港嗰啲馬沙好貴嘅，英國啲平一半啊。哎呦，乜香港咁鬼貴嘅？即係例如呢啲咁嘅説話啦嚇。嗱，如果咧你真係再喺度講到又香港有幾崩壞啊，即係又點咁墮落嘅時候咧，咁你仲翻嚟？做乜交叉呢其实现世啊，你条友仔翻嚟做乜鬼呢你自己都要 say goodbye 咗好耐啦，讲到香港咁不堪，都唔知翻嚟做乜，唉，奇怪呢人都系。嗱，有个嗰啲移英港人咧，佢直头喺自己个专业啊，都咁上下写噶啦吓，叫做 Goodbye Hong Kong，Hello， 即系佢自己嗰个英文名啦吓，咁啊，我哋孤隐其名啦吓。咁佢成日都扮晒嗰啲咧，好似啊咩嗰啲中环精英知识分子呢啲咁啊，跟住就去咗。英國識鬼啊！呢、這個人，我有時都望到佢寫啲乜嘢，即係佢嘅意思就 goodbye Hong Kong 啦嚇，再見啦啊！呢、這個咁嘅地方啊，拜拜你條尾咁咯，係啦，同我一家大細咧就去英國咧過呢個新生活，咁啊最好啦嚇。原來咧就話説啊，佢個女咧就聖誕假期啦，呢、這個 term break 嘅時候咧就同埋一齊翻香港嗱，咁、啊、我唔明啦，即係點解你仲嚟翻嚟香港噶啦嚇？即係你都 goodbye Hong Kong 啦，唔好死翻嚟啦，係咪？係咯，佢咁唔中意香港，我唔明白嘅，有啲人咧走鬼咗啊！走之前咧就讲到香港几惨几惨几衰几衰几不堪啊，几不堪。好啦，住耐咗啦，咁翻嚟度下假，我觉得无可厚非。但系你之前走嘅时候讲得咁差，你又翻嚟做乜鬼？即系你喺英国啊，成日咧喺度讥笑啦，喺度串啦，即系香港点衰点样衰啦吓。咁、可能你话哇，使唔使咁重语气用个死字啊？可唔可以唔用个死字咧？嗱，你听咗落去咧，你都可能会讲多几次都唔定啊吓。咁佢话说。即系同埋个女啊、屋企人啊啲翻嚟香港啦吓，就话前晚咧就去 M K 即系旺角行街啦吓，咁啊行下行下嘅时候咧，就见到一个咧红色嘅巨型招牌，咁亦都果然咧就有人龙喺度排队嗱，咁啊跟住咧又讲到自己同个女啊吓。扮晒咧，嗱呢啲最黑人憎系乜嘢呢你明明咧就系、是、本身咧系香港人嚟嘅，只不过咧有 BNO 签证呢样嘢咧，你呢啲咁嘅黑衣咧，先至能够叫做，先至能够去到英国啊！喂，咁巴之币啊，咩投资专家，咩金融财经啊，你一早啊就用呢个投资移民嘅身份拎过千万嘅港纸以上移民去英国一笨系咪啊？喂，拿住嗰少少钱咧，即系去咗英国咧，依家喺度扮晒咩啊？两个大乡里咧就吓。不禁驻足观看即用大香你嚟形容。哎呀，我对于香港咧唔好熟噶，唔好即系唔好食啊，咩嚟噶？点解咁样嘅？有啲咁嘅事嘅吓？咩啫？尿友啊！嗱，点解咧？即系台阳喂，隔咗几年啦，因为疫情嘅关系咧，都系近来先至翻香港啊，都唔会咧用一种咁样嘅心态咧，甚至乎咧，佢啲细路仔啊，亦都更加咧唔会用咁嘅心态咧去对待香港嘅。梗系唔会啦，点会咁样？好似好鄙视咁，好似好睇唔起咁。喂，我真系觉得好奇怪，佢究竟点教女噶呢、這个人？系咯，嗱，跟住佢个女讲乜嘢咧？嗱，即系佢就扮晒咧，个女咧已经系开始洋化嘅。点解咁多人嘅？啊，即系开始啲广东话都唔正嗰啲啦。咩地啊？跟住系个爸爸就话啦：新开噶，你望一望吓，饮品旁边嘅数字应该系价钱嚟嘅。嗱，佢哋见到嘅系乜嘢咧？就系、是、我哋画面见到嘅蜜雪冰城啊，即系依家讲紧啊咩九蚊杯。
血啊，冻柠水嗰啲咁样嘅吓，即系仲有其他唔同嘅嘢，嘟嘟嘟嘟嘟嘟嘟嗰啲咁样啦吓。哦，跟住佢个女就话吓 ，How is this possible？ 即系咁用英文讲，仲有英国口音啊，系啊，即系哇，喺即系点可能噶咁平嘅吓？爹哋咁爹哋啊咁 cheap cheap 嘅，好呕啊！即系你觉得个女即系要嚟到讲英文嗰啲定点样啦吓？哦，跟住就话咯，小女儿年少无知，本人从新闻咧就略有所闻。嗱，呢啲嘅价钱咧。就冲击咗啊！我个女咧对于呢个 bubble tea 啊，即系珍珠奶茶咧所认知嘅概念，可能即系佢个女咧就喺英国啊饮珍珠奶茶见到啦，哇，系贵啲嘅，都好贵喎，咁一杯吓吓，唔知几多磅咁样啦，可能就围起嚟四五十蚊港纸一杯都唔顶啦吓，哇，系所以话 ，how is this possible？ 即系点嘅，即系咁平嘅，平到咁样嘅，即系所以啊，佢话咧一时之间啊，冇办法咧，将呢啲数字咧同呢个 bubble tea 咧可以 link 埋一齐啦，咁样嘅，即系点解可以咁平咧？可以做到一杯珍珠奶茶咧？嗱，跟住就再同个女讲咯，女 ，look， 你再睇清楚啲。I see 救你个命啊！即系教到个女咧，即系觉得咧咁样啊，大陆嘅，所以咧即系用简体字嘅，简体字好核突嘅，系啲唔识嘢嘅人先写简体字，肯定系咧，即系咁样教到个女，即系有嗰种细腻嘅眼睛啊，系咪啊？唔咸唔淡嗰啲咧，佢哋最 high 嘛，即系嚟到香港咧，即系讲系就爆一句英文出嚟嗰啲点样啦？系即系。明明是华人样咧，跟住又讲下，咦？诶，解咁嘅？即系点啊？诶，大真系未讲粗口啊！S H 交叉 T 咁样，哦，简体字，诶，S H 交叉 T， 喂，即系咧，差咗未讲粗口啊？What the fuck 咁啊？系啦，你个女咧就觉得即系简体字或者系嚟自于中国内地嘅嘢咧，就会咁样咁样噶啦吓。咁佢就话喺嗰条咧大概十几二十人嘅人龙里面咧，就话睇到咧宝力元素周期表嘅容貌。元咩素周期表啊？你若如果元素周期表嘅话咧，你呢间茶档咧就执得噶啦。你即系你当香港食环就流嘅咩？系咪先？嗱，仲有一样嘢。呢条咁样嘅 Goodbye Hong Kong Hello 呢个 Bobby 咧吓，佢咪叫 Bobby 啊，差唔多音啦。喂，你呢个蛋散，你由细到大，Hello Bobby， 你都系食元素周期表大嘅。如果咁样嘅话，你只不过系近几年啊，即系我当你移英港人嗰啲啦吓，你都系近来咧先至去英国啫，唔好食咗嗰少少即系一两年或者好几年呢啲嘅英国嘢之后啦吓，吸收咗几年嘅自由空气咧，就觉得自己咧已经系呢种人。元素周期表啫，英国嘢食啊都有用啊，有化学成分噶啦吓，你唔好食啊，扮英国几多垃圾食物啊，全部唔好食啊，你咪又咁写讲嘢，你反转罐茄汁豆啊，睇下究竟系点样啦，白痴仔、啊、有冇睇啊？系咯、啊，元素周期表啊，即系咧觉得个意思就是，哇，你睇下你女 C C， 你睇下你呢份个样，全部啊都系元素周期表嗰啲，成个周样嗰啲咁样噶。啊，仲话我啊，见到有啲人咧就着住校服，就同同学咧用普通话交谈，即系呢啲学生吓、啊，有咩问题啊？喂，人哋识讲普通话，你唔识讲啫，你自己唔觉得样衰嘅咩？吓、啊，你见到学生讲普通话有咩问题啫？我都唔知喎、啊，我都见到、啊，我但系我系完全冇咩任，即系睇唔起人嘅感觉，系一点儿都冇。人哋用咩语言关你差事咩？你条友仔，喂，你都讲咗 goodbye Hong Kong 又翻嚟做乜鬼咧？人渣嚟嘅，呢度死翻嚟。即系你又要翻到嚟，又要见到呢啲咧，就唔三唔四。喂 ，goodbye Hong Kong 烂啊，仲有啊。第日啦，你个女啊大啲嘅时候咧，入到去英国嘅大学，喂一样有内置有内地嘅留学生咧，去到英国嘅大学围翻埋一齐嘅时候，佢哋都系讲翻普通话噶，普通话点啊？系啊，咁点啊？你咪揾到一间纯正嘅学校咧啊，唔好渗杂呢啲会讲普通话嘅人，会唔会啊？唔会噶嘛，揾唔到，佢系揾唔到啊！间间学校都有讲普通话嘅学生嘅。
嘅，即係我可以咁講嘅，九成至少九成都有㗎啦。啊，你佢呢個女咧教到個女咁樣咧，第日大個咧，真係去到升學啦，去到大學啦，我唔知佢會點對人啦，可能係變得好勢利眼啦，啊，見到有啲華人咧，可能即刻個避開都未定嘅，啊，教到個女咁樣嘅，啲簡體字 OIC 咁樣。唔系黐线咧，喂，就算啊，喂，我识得有人咧，真系佢屋企人咧就喺北京嘅，即系佢喺北京人嚟嘅。系系，佢个仔咧去咗牛津嗰度读数学系，即系阿林作嗰啲师弟咁样款啦。林作师弟，哦，劲啊！咁佢都系写简体字俾我哋嘅，有咩问题啫？写简体字，我细个读书，我就讲紧八九十年代喺香港读书，读历史啊，写论文啊，都系大量简体字嘅。啊，嗰阵时未回归，我已经系识写。识睇啦，系好流畅噶啦。简体字系有学，系就算我冇特登学啊，我自己睇得书多，自己都识嘅。而且写起上嚟系方便啲，写少好多笔画，写快啲啊。而喺未回归之前咧，香港考会考个考试都容许人写简体字嘅。我唔知有咩问题。而家系而家咩世纪啊？廿世纪啦，系咪啊？仲喺度嫌人哋话写简体字？喂，落唔落后啲啊？你呢种人？喂，仲有啊，新加坡啊，咪系咁样，都系讲度度都咁噶啦，都可以噶啦，英文普通话一齐并用噶啦，白痴仔啊，咁啊仲好笑啊！我不禁想起嗰啲经常翻到深圳消费嘅港青，终于亲眼见证到咧，佢哋认为香港同深圳相比啊，所缺乏嘅叫做竞争力嗱、啊，即系代表乜嘢咧？呢啲咁嘅人渣垃圾咧，你又要咧同我头先一开头。讲啦，死翻嚟香港，即系嚟到咧，又要嫌三嫌四，之后又会觉得，哎呀，呢啲同内地咧真系唔科唔融合啦，吓、啊、又会讲呢、这个普通话，啲同学仔又咁样啊，即系排晒队咧去饮呢啲元素周期表，饮饱佢啦。喂，如果咁样嘅话咧，你喺香港唔使食嘢噶，你食乜嘢？请问唔使啊，乜嘢都冇食添啊，吓、啊、你洗洁精嘅里边冇化学元素咩？吓、啊、你啲碗碟唔使用洗洁精洗嘅，啊全部用水过啊，用水冲啊。啲 short 嘅呢個人都係嗱咁啊搞笑啦！即係佢嘅意思啊，如果佢從一杯楊枝甘露可以睇到深圳嘅創新、香港嘅停滯，咁樣一間蜜雪冰城至少可以俾香港睇到咧。追翻深圳嘅一小步，同时亦都迈向香港深圳化嘅一大步。咁佢意思就话啦，即系翻嚟，即系佢翻嚟香港咧，有嗰种嘅态度就好啦。啊，终于我睇到你哋咧，啊点样衰啦，点样堕落啦，点样中港融合啦，走得快。好女，迟啲走啦。啊，元素周期表咧，留翻俾佢哋慢慢饮啦。系，拜拜。喂，咁贱格都有嘅呢啲人，吓犀利。你都白鴿眼，同埋佢亦都突顯出佢係一個好無知嘅人，好一個咁無知嘅人就扮 Q 曬嘢，成日喺度講自己咧以前係點威點威，又講下現在咧中國又點衰點衰，又不停咁啊三不五時又發兩條貼就踩下香港咁樣。你成年啊即係我見到呢個咁嘅專業嘅呢個人啊喺 Facebook 啊每一個禮拜至少一條貼就唱衰香港，但係你啊喺於呢個佢個女嘅性。圣诞假期吞逼都仲要死翻嚟香港，我都唔知佢为乜死翻嚟。烂啊烂啊！喂，潍坊嗰个保安去咗边啊？同佢讲烂啦。嗱，佢好似仲搞啲咩移民顾问嗰啲定点样嘅？嗱，我唔知佢有冇牌啊定点样啦。啊，你搵佢啊，死多两钱重啊，因住。嗱，所以佢咪要踩低香港咯，即系。你踩香港嘅話，咁啲人咪會移民過去生意咯，佢咪有，即係想過英國，係喎，即係香港咧越嚟越多啲咩例如飲珍珠奶茶呢啲啊，定點點點啊，即係會唔會越嚟越多都係講普通話啊，即係會好似十年嗰啲電影嗰啲咁樣啊，變成咁啊，嗱，即係佢哋又係買呢啲咁樣嘅恐懼，即係最憎係乜嘢咧？你又要翻嚟咧，又要喺度嘈，又要喺度呻啊，定點樣咧？憎啊！咁咪唔好翻嚟咯，你 turn back 嘅，因為你就學椰子哥咁樣。椰子哥就可能走咗去法国啊，走咗去西班牙嗰啲玩，你就唔好翻嚟。佢又唔系喎，又死翻嚟喎，你应该去日本、去韩国啊、去西班牙、去意大利、去啲地中海地方度寒假咁之系嘅。啊，自己又唔系，又死翻翻嚟，死翻翻嚟就算啦。你唔好就喺度唱衰香港嘛。
我都見到啊，嗰度好長龍㗎嚇，我都唔明白啊，點解咁多人咁想飲啊？不過有咁嘅情況咧，我覺得都係好事嚟。點解好事咧？即係代表住香港係經濟係冇之前咁好，但係都唔係話完全冇活力啊嘛。有人炒作肯沽物論啊，係炒作好乜都好啊，有人肯消費咪好事咯。啊，唔係嘅，話人哋飲完數週期表，你完咩數週期表？你自己睇下你自己喺英國食乜嘢，講嘢仲整個咁嘅貼出嚟，希望大家支持。支持我 buy me a coffee 吓，俾一只请我一杯咖啡咧，我写篇咁嘅嘢出嚟唱衰香港吓。哦，咁样唔自觉，即系真系好心理啦吓。人都一见到一把年纪啦，叫做有个女啦，即系可唔系咪应该做翻个好啲嘅榜样咧？而唔係即係教到個女啊咁鬼細膩眼咧，咁有啲人都會講嘅，哦，即係點解咁多人趨之若鶩咧，翻去內地食嘢嚇，仲要咧大陸啲嘢咧就搬埋過嚟香港咧，都仲要排隊，又話睇見都想嘔血嚇。佢話咧之前話撐香港嗰班人又去曬邊咧，識時務者為俊傑，仲有啊都四年啦，嗱如果真係唔中意嘅，都走曬去英國啦。如果唔係嘅話，好似佢咁咯，如常咁樣生活。喂，我哋之前都講過啦，啊 D100 嗰個移民咗去。加拿大好多年噶啦吓，阿老 Q， 喂，一把年纪，近来喺内地啊，即系玩到咧乐不思蜀嗰只款啊，系咪啊？几开心啊！唉，即系简直如沐春风。乜人哋都大赞点啊？内地嗰啲嘢食点啊？喂，佢都够晒嘴刁啦，系咪啊？即系食盐多过你食米啊，系啊，行桥啊多过我哋行路啊。喂，咁样嘅话咧，佢都大赞，仲有即系虽不中都亦不愿意啊，系咪啊？即系所以呢啲咁嘅垃圾咧，咩 goodbye Hong Kong快！快啲走啦，攣啊！冇留喺香港咁耐，喂咁唔顺眼咧，即系出街见到又话元素周期表又话见到啲人讲普通话啲咧，快啲走啊！喂，其实就算你英国咧嗰啲唐餐馆啊，或者嗰啲外卖嗰啲咧，喂好多都系啲内地嘅朋友去到英国开嘅，咁又点啊？食咯，系啊。咁啊点啊？你咪话系中意？喂，你哋咪又走去嗰啲中超嗰度咧买嗰啲酱料啊，剩嗰啲咧？咁你又元素周期表啊？即系老干妈啲，你只咪食老干妈、元素周期表、垃圾，笑埋其他移英港人啦，笨，即系啲咩垃圾啫？唉，即系睇见都把火吓。唔知点解咧？移英嘅人都系咁样嘅，即系最近期系咁斩，唔系以前嗰啲系好多嘅，喺近期移英嗰啲港人就系咁衰格嘅，真系。恨憎到死，好怪我黑心啊！鬼唔望呢啲咁嘅垃圾咧，到时啊，英国都拖住拖佢啊，拖到你意志消沉，就唔好俾嗰个定居个身份你。咁好玩啊！系啊，就好似林荣基嗰啲咁样吓，你睇下台湾嗰度又话点样撑佢啊？又话有个姓蔡嘅咧，走去写张字条俾佢咧，咩香港人加油嗰啲咧吓，到依家都未俾个定居身份佢啊，拖到佢咧嗰啲肺癌。好玩咯！啊，肺癌都已经发晒啦，生到第四期末期啦，系咪？即系都搞唔掂咁滞啦，都仲未俾佢啊！唔赶你走等你咧就吊住你条命喺度。哎，好啦，我哋今节咧非常之充满呢个仇恨同诅咒啊，希望大家唔好介意啊。可能你诅咒得仲劲过我吓，喺一边听嘅时候唔紧要，留言继续诅咒，好冇 ？Yes， 好啦，加油，拜拜，好，拜拜。